现在时间已经是7:40了。哦，刚刚是跟你们虚惊一场了，虚晃一招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倒数第二首。你就看错了。刚刚大家很嗨，我们现在要让大家开始，来跟我做一下深呼吸。不要对着别人好不好？不要那么亲我。深呼吸，换另外的嘴巴吐。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带来倒数第二首歌。因为我们刚刚错了，刚刚是倒数第三首。老外，你来介绍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是老外要唱的。这首歌是一个很美的歌，然后这首是我的母语歌，就是泰雅族的母语歌，这样。它是来自那个已故的不浪鲁干大哥所做的一首歌，就是集体演唱会，然后不小心从舞台上摔下来那位贝斯手，不浪鲁干大哥，他是泰雅族的。对，然后这首歌，就是大意呢，就是说，就是彩虹桥啊，对那个泰雅族人是一个很大的梦想。那我们不可以忘记自己的文化，这样就是要时时刻刻谨记着祖先曾经教过我们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要继续传承下去。这样，是一首很美的歌。好，不多说，就带来这首歌，《玛雅的彩虹》，谢谢。Scura mitad, porque ya está, scura mitad.